兵哥就都这样，全部说眼睛都不看了、啊，连转弯的话都不理你。转弯要慢一点。整一台车啦，那个现在都兵在做，一些士官呐、啊、什么在做，每天开着军车跑来跑去的，不知道干嘛。等伊较紧哈。你刚才经过迄个岛哈？经过在几岛啊？对面这个。哦哦。啊，船那会考虑哈。哦哦哦。伊在咧设计连灯。戏剧啊。对，有戏剧。对，行李都在那边哈，行李都在那边啊，不急。怎么样？无啦，吃啦，那个蛋呢？对，警察这边出现变态啊！